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史瓦浪人周贤，周某人啊，现在来跟各位谈一谈关于这个电脑动画我的感想。电脑动画哈，其实非常厉害。我个人是一个那个宅男了哈，但是呢，我不是很厉害，我只是会使用电脑，电脑白痴。那手机我用一点点，只是一点点哦，比我厉害的太多太多了啊。我只是初级班的，初级班的里面的可能好一点点。在初级班里面，那中级班我当然比不过了，高级班不用讲了。我看那个电脑动画啊，它这种革命性的科技吓死人了。它里面有描述到，我看那篇文章，它写说，在24分之1秒的画格里面哈，那个复杂的程序，它用那个什么呢，非常大的超级的电脑，哦，连续差不多15台还是6台，24分之1秒，它要花多少小时呢？6个小时才能够完成。所以这个实在是哈、非常厉害。然后有一个叫做 AVARS， 这个就是它的，它是一个缩写，它是应该是这个字 Animation Variables。 Animation 就是电脑动画，动画的意思 Animation、就是动物把它变成好像拟人化这样哈、Variation 我们把它解释为变数或是参数，参考的数据、VariationsAnimation variables， 好 variables， 你看看啊，所以这个 AVAS， 它就把它两个字合在一起 AVAS。这个电脑动画你知道吗？光是一个那个脸部的表情，好，它那边写一个人物在里面的卡通的人物，漫画里面的人物的那个脸部的表情，要用100个 AVAS， 就要用100个动画参数、动画变数，好，来处理。啊，这个脸部的动作叫 facial movement， 啊、他们这样讲，就是脸部的表情的动作，光是这样就要用100个，真的非常伟大。那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在看这个电影哈、或是这个卡通，像这种电脑动画的时候，我说看差不多两三分钟，甚至几秒钟，看一看，觉得我并不是很喜欢看，啊，我怎么做？马上把它砍掉。天哪，他们24分之1秒的那个画格就要用很复杂的程序来处理，用超级电脑处理6小时。那他后来做成1-2个小时，1.5小时到2个小时的，有的甚至2个多小时的电脑动画给你看，好，漫画就是电脑的漫画这样。想不到你才看几秒钟，或是看不到几分钟就把它砍掉了，不看了。所以有时候我在想，生在现代何其有限，真的不要生在古代，我是这样感觉。而且你看看哈、不只是说这个电脑动画，像医学也比较发达嘛，那也可以延长寿命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保健的常识比较容易获得，你在电脑上面可以看到，或是一般书籍杂志，你到书店去买都可以达到你想要得到的一些常识知识。好、这是史瓦浪人一个小小的这个看法啊、提供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。真的，这个科技的这种革命性的科技啊、这个演变真的是吓死人了。好，史瓦浪人周贤敬祝各位身体健康，精神愉快。